街边的梨树着落叶，纸扇在你手中摇曳，平添几分浓烈。路边飞过几只蝴蝶，对你眼神有些误解。我以为能猜透心结，却还是不够贴切。聪姐，什么时候成了亲？怎么没喊我们兄弟几个一块热闹热闹？就是啊，聪姐，和亲二爷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下一次，下一次。啊？下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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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我说正经的啊。这黑风寨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放暗箭啊？聪姐，北国人运了很多火药，就放在咱们黑风寨后面的山洞里，还派人日夜守着。我们担心火药走火，把山炸了。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。成功了吗？咱们黑风寨哪是北国的对手啊？虽然捣了几次乱，但他们还是运了上百斤的火药。这里是蓝雨国的边境，他们不怕平远城的城守发现吗？平远城士兵若是前来，北国定会引爆炸药，到时候平远城士兵全都会被活埋在山林之中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就剩这一颗可以取暖的炎热香了。只要运用得当。官爷，几位官爷，哎，今天在这吃干粮吃腻了吧？换换口味呗。此处乃兵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哎，官爷，我们就是那黑风寨的。我看你们天天在这儿没日没夜站岗，怪辛苦的。我们来尽尽地主之谊，给你们换换口味啊。老四，加货。哎，好嘞。山林不可生明火，速速退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官爷，那个这么大一桶水在这儿呢，绝对安全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是我们黑风寨的特产，好吃，尝尝。加锅，加锅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好好。那叶小聪前脚偷走了城防图，后脚便遇上了真正的北国奸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咱们赫连将军火速赶来，三下五除二将那奸细斩于刀下。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叶小聪与督军府合谋引出内奸的一场好戏。好，贺连将军威武！哎，将军威武！好，贺连将军威武！哎，接着讲，接着讲。咱们侯爷得知那叶小聪是内奸之后，当然是自惭形秽。直到贺连将军回来，他才恍然大悟，毅然去寻咱们平远城的女英雄去了。贺连将军威武！贺连将军威武！贺连将军，这个加钱，人家不错啊，一会儿都吃点啊。官爷，闻着都香了啊，香不香？嗯。哎，我再给你加个这个。吃了大补，真的假的？不信，试试。闻闻，香不香？还真是香啊！兄弟们，开干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真好吃啊！哎呀！别废话！你们这什么鸡啊？怎么这么辣？
吃得我喉咙像火烧一样。官爷，这是我们黑风寨的特产，辣子鸡。什么辣子鸡啊？水有没有水啊？快拿水给我。上水。水来了，来了。你怎么把我的火药弄灭了？找死！回去告诉统兵府，北国前来，我白尚书随时候着。我看我还是不回去了吧。现在百姓们看到我，恨不得抽了我的筋，扒了我的皮呢。我还是回山上算了。以我的名誉为你做担保，百姓们会相信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好的，父亲。昨今晨又可怜兮兮泪雨。